और जो की गर्ज में मैं गर्जा स्कूल शारू छोटे छोटे बच्चों के पास मैं आपको दिखा दो ये देखें छोटे छोटे बच्चे नाजरीन ये छोटे छोटे बच्चे जो अपनी क्लासों में टेक्स को छोड़ के नीचे बैठे हुए ये देख सकते हैं आप छोटे छोटे बच्चे जो इंडियन बमार्टमेंट और उससे घबराए हुए मासूम बच्चिया यहाँ देखें जो घर से अपनी तालीम हासिल करने के लिए यहाँ पे आई हुई है टीचर बच्चों को दलासा दे रहे हैं टीचर भतीजे देखे 那如果是在实战过程中啊，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南阳，欢迎来到中华前线。那刚才这一段录音呢，啊，其实它是一个一个影片啊，就是。 现场呢是一些印度的学生啊，在上课。那这时候发生了炮战，那这个录视频呢应该是个老师啊。这些学生他们就很害怕，躲在桌子底下。我们也听到了三声炮响，对吧？砰砰砰，三炮响，这些孩子就发出那种尖叫、那种恐惧的那种声音，他们在躲起来。那这个视频我就不放，因因为现在这个 You YouTuber 他对这个版权这个管控很严格。 嗯、呃，你放这个视频呢？如果你声音啊，包括说的话一致，他说你侵侵权，那我就不放，我就把这个，呃，录音给给大家放出来啊。那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今天发生这个大规模炮战啊，解放军又对他进行这个微波，用微波烤他，把好多这个印度士兵烤进医院，都在病床上躺着。那我说过，接下来啊。 我说说句不好听的，印度恐怕整个克什米尔地区都会丢，呃，中国会收回这个藏南。目前这个中巴啊达成的是这种联军的这种协议啊，也就是说，印度他要面对的是中巴都对他的这个都要收回被印度占领的这个领土啊。那克什米尔也差不多这么长时间了，特别是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就叫拉达克王国啊，以是以前是拉达克，我现在叫拉达克。 啊，在这这一带，那印度他对这一带的控制，他都是采取一种高压态势啊，这个对穆斯林的一种歧视啊，是不不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以后在今后去一段时间，包括现在中印第八轮军首长谈判啊，无果而终，印度单方面宣布说两军达成协议，都将往后去撤退啊，但是中国对此没有任何回应，那么也就说明。 印度这种说法是安抚国内的一种说法。那中国跟印度其实谈也是我跟你谈，但是我在打你，但是我不用像巴基斯坦这样的方式，用热战来给你解决问题。我的战略支援部队去配合巴基斯坦对你进行进攻，而我自己，我中国，我们解放军也在采取主动进攻的一个态势。所以说，这就佐证了之前那位啊从一线退下来的老兵的说法。 那中国会带会对藏南有有所行动，会对印度有所行动。我们看到，目前我们一共收回来将近一千平方公里土地啊，一千公平方公里土地。那这一次发生这个微微波事件以后，我们又往前把印度从很多的那个领土上，从山头上把它赶下去了。那他赶下去，我们将会再往前前进啊。我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夺取啊，去夺回来属于我们的土地啊，包括。 印控克什米尔的拉达克也是中国的，也一直以来是中国的。我跟各位讲，拉达克就像藏南一样，一直也都属于中国的。无但是由于英国人去了之后对西藏的那种侵略啊，把我们很多的土土地啊都划给了这个啊当时的东印度公司。说到这个历史啊，我也很气愤啊，各位啊，那个那个最坏的那个人谁啊？斯坦因对吧？斯坦因。 当时从印度进入到这个中国新疆地区和田地区，把尼楚文化，也就是我们古书当中记载的精绝古城的很多宝贝啊，都给掳走了，至今下落不明，估计是收藏在欧洲的那些达官显贵的家里面啊，达官显贵家里面。同时，斯坦因又进入到这个甘肃的敦煌，又盗走了非常多的价值连城的经书。 啊，这些东西都给他盗走了，啊，所以说，在印度那个方向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的痛，啊，永远的痛，啊。那么现现在呢，我们的主动的这种进攻方式，我觉得挺好。那么巴基斯坦跟印度，巴基斯坦也想把原来属于中国的拉达克这一半的克什米尔土地也给它收回来。那如果说是巴基斯坦去收也无所谓，你去收你就收吧。 对吧？本身那里就有大量的这种穆斯林，那你们去管管控，巴基斯坦知道该怎么去管控啊？不要，我们也我们呢就不要有这种沙文主义去要这个土地要回。那地，包括包括什么外蒙古那些，我说句实话，外蒙古那些我们啊，如果说他们想回就回，不想回我们也不要。为为什么你回这么大一个地方，你多一个扶贫的地方没意思，同时又多多一个分裂啊闹分离主义情绪的地方没意思。那巴基斯坦也想要去要回来。 这个克什米尔地区的拉达克部分，那将会主动采取进攻。这一次，巴基斯坦主动对印度进攻，给他当头棒喝，趁你病要你命。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那 OK，我们先前有一支战略支援部队进驻巴基斯坦，这个就是也要配合巴基斯坦进攻，因为巴基斯坦在情报、在这个数据、在这个电子对抗信息战这一块，它确实不行。我们的吉林一号卫星也将锁定在。 北部的这些印度士兵，同时加大电子干扰。这一次的这个炮击，我们可以看到双方虽然各有伤亡，但是印度显然是措手不及，死了更多。而且很多时候发现，我们从视频当中发现，印度的炮兵没有机会反击。我说了，中国的这个电子对抗部队啊，把他的这些武器都瘫痪掉了，都瘫痪掉了。也就是说，我可以进攻你，但是你。 你的这个里面这些电脑的集成电路都被我破坏掉了啊！我用微波的方式破坏掉你以后，那你没办法反击，没有第一时间反击啊。那后续反击的那种是啊，不是在边境上面，那是在后后续增援部队对巴基斯坦进行进攻啊。那么这样的方式是好的，我一直说了，我们中国跟巴基斯坦就要在两方面，从北从西北方面啊，不停的给他来施加这个压力。 给给他施加压力，以东北西北两个方向来压缩印度的战略空间，同时让他疲于应付，让他搞军备竞赛去吧，军备竞赛啊。那么这样的话会符合我们啊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利益。同时，印度这一次在这一个啊在上合组织的这个框架内跟习近平同台，他在会上指责习近平，习近平也在会上指责他，也在会上呵斥他啊。那。 我们啊，在中印边境线，目前我们所采取的主动，以及我们掌握这个主动权，在台海方向，我们同样的，我们也掌握的主动权。主动权在我们掌握，目前这个局势是有利于我们的。那在中印边境线上，在这个中巴，包括印巴边境线上，那巴基斯坦，他们现在在中国的帮助之下，他的这个。 所谓的联合作战的这个思路指导之下，他们的战斗力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猛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同时，中巴经济走廊也在热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进行当中，尼泊尔也从中巴经济走廊当中来获益，它的出海口现在就是走新疆的 G 二幺九这条路，西藏 G 二幺九到新疆喀什，从喀什那边再进入到这个啊。 瓜达尔港，通过这条线来补给运输。所以说，当印度它的霸权主义、它的前前出政前进政策，导致了它今天所面临的四面环敌，包括斯里兰卡、包括孟加拉国、包括尼泊尔、包括巴基斯坦，都站在中国的一边。这些国家团结的周围，中国的周围，对印度形成一个巨大的压力，一个合围之势。那印度。 它的制造业也是未老身先衰。我说过，曾经的文明灿烂的古国印度，它在恒河尸横遍野，经常会有尸体漂在恒河上面。恒河两边到处是工厂，对恒河进行排污，它的那个烟囱都是非常黑的，冒着那个烟，整个空气质量，新德里整个北部的空气质量是相当糟糕的，相当相当糟糕。印度，而且对自己的少数民族。 采取了高压政策，所以我一直教他们叫什么？叫印度叫黑公交。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现在莫迪他整个人他的状态是非常不好，整个人他的胡子是胡子耷拉的发发白啊，越来越白了。这个胡子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印度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灭顶之灾。印度莫迪他玩民粹。 玩极端民族主义，最终会把自己给玩死。他们的民族主义跟他们的民粹，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破坏的是他们印度自己本身。那么，在爆发大规模炮战这个背景下，再让印度疲于来应对，再让印度把大把的钞票投入到国防上面来，把他的这个 GDP 最好占他 GDP 百分之二十五，跟前苏联一样。那么， 印度将会国家破产，它将会元气大伤，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当它元气大伤，当它破产以后，迅速的在这个一两年里面，那么我们中国解决藏南问题，我们就是由刃而解了。所以说啊啊，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必须要主动啊。所以说，巴基斯坦这边由我们来出钱，由我们来这个啊出这个情报出。 这个信息化作作战，让他来发动热战，我们自己发动高科技战争，把印度彻底给它肢解掉，把它打残废了，好吧，这一期节目我们要击溃的是印度阿三的他的密汁自信。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收看，我是老兵大杨，喜欢的点赞订阅，各位谢谢各位支持，谢谢。